目前联盟的战绩表感觉有点前三后三哦。对，新北国王、领航员，还有台北富邦勇士占据前三。那么后面可以帮助台湾篮球在发展的部分有获得更多的东西。铁米停在中距离，这边个人再拿两分。今天赵刚铁米是不是有走步嫌疑？对，脚步其实有点跌跌撞撞。最后晃到篮底下，用左手摆进两分。陈双豪持球，这边最后再给到铁米篮底下，这是一个双手扣篮机会，来自林书豪的助攻。不敌自己的。看一下田浩，最后再分给阿提诺。到篮底下拉杆，被铁米挡了下来，掉头，铁米拉下防守篮板。现在是全佑伟跟林书豪同时在场上，铁米到篮底下这个脱球的双手扣篮，哇，这球打得林书豪，这边接球后往里面给铁米，这边翻身拿到两分。铁米最后哇，小方一枪，自己再抢一个击空篮板，把这两分补回去。哇，欠他阵容。后呢，直接出手两分有，的确需要在防守端再多挡个几个球哦。田敏这边挤开阿提诺之后，在篮底下摆进两分，转身好球，最后吃掉了一波卡，出手再拿下这个进攻篮板，最后要到了这个 N1 钢铁人第四节第三个 N1。做好啊！田敏这边拖车过来投个三分球，要暂停了，打到了第四节，哇！田敏的三分球直播，田敏对上伊波卡的防守，这个跨步再给到右尾，好球，抛投两分抛进去，空切。